Yo，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麦哥，我现在来到这一个巴生的不横井的济公仙师庙。你听说这里有50年历史的老庙来的，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去看 ，Let's go！要大概6-7年了。主神是谁呀？头头我跳的时候先来的是哪吒三太子啦，之后办事多了是中坛元帅，所以我也不懂哪个是主。当时应该有10年前啦，应该10年前，就我去一间神庙，然后那边有一个老师傅，就叫我在他的坛前面双手合十闭目，对着他的坛前面呢、就闭目这样子双手合十。之后，这边济公仙师庙呢就有一个姓男，就带我过来，就问张公圣君，张公圣君就算一下，讲我有仙骨，然后叫我坐下去。就上不到了，因为法师跟我讲我心还未定，所以叫我暂时先打坐咯。就打坐哦，几年了，到大概七年前了，就开始来了，来三太子之后，就跳到现在了。在心中求，光在东南西北，
青龙学长，贵人不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来一点。哎，一只来一点。我修不成果的，修什么？很多糊涂拿来吹在雨的时候，在国民的眼光中一大堆，有什么叫威武的？来，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尊敬的，尊敬的。马阿杰，阿杰爱命哥哦，马阿杰你对我，哇哇哇，掌声干的呀，掌声办的呀，哎，我师傅风又颠了。哎呀，这样风又颠的啊，哎，我的天，算出来，哎，等等，后头后头，画后头的，画后头啊。
我差不多是30多年了。出生啊，是我职工吗？我是这样，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有济公庙，我朋友带我进去，去那边济公在跳绳啊，他就跟我朋友讲，济公是从山来的，他讲我会跳绳，这样哦，我就不相信嘛，除了我也不相信嘛，他这样讲我也不相信嘛，最后没有办法咯，我也是不要跳了，一路来我不想跳的很的，最后我是做罗里的嘛，生意运输的嘛，每次都撞车啊，撞车没有事情，人没有事情，车坏而已，就是下来最后没有办法，我朋友就讲我，你不要跟他做工嘛，你可以一定给你害到你半死的啊，最后我没有办法了，就跟他做了，做了就好了，好生意就差不多，没有这样辛苦了，这样咯。我20多岁就跳了，我20多岁就在神庙了嘛，在这间庙啊，差不多这间庙都50年了，我都有在30多年了，差不多30多年了。小宽手。
我是不是看到你了？我是你看到你播麦啊？你阿婆好啊，你叫卖山公还是谁？我在干什么？大家，我们的这个影片呢接近尾声了。如果你们有急事要问的话，可以拨打这电话号码。但是他们的问事时间呢是每逢华人初一跟十五，他们的地址在这里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吧，再见，拜拜。